在电视剧《安家》中，孙俪饰演房似锦，房似锦少女时期的扮演者则是孙俪同父异母的妹妹孙燕。2月26日，孙俪通过微博晒和妹妹的合影，并配文写道：当我看到剧本里需要演房似锦的少女时期，想想还有谁会比此少女更合适的呢？必须是我妹妹孙燕呀。照片中姐妹俩同框，颜值高，真是神相似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